那么淘汰这个成慧，先从四上，这个警觉心很高，遇到这个境界先前，成慧先动的时候，马上就能觉得觉悟到，哎，我不可以发脾气，要警觉到，那念佛的人的方法呢，就是赶紧念阿弥陀佛。用这个佛号把这个嗔恚的念头打掉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也用念佛佛号呢把它压下去。所以这是这个依照古圣先贤的修学方法去做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是现代的医学发现到嗔恚是疾病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心平气和的人不容易生病，常常这个脾气很暴躁的决定有病，那是一种病态它的反应，所以常常发脾气的人，他如果到医院去检查的话一定有毛病。而且有疾病的人常常发脾气，他这个病一定会加重，很不容易治疗。就是再好的医药很难达成效果。那么诸位，你看看山西小院，你们就知道。凡是得重病的人，若无其事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天天欢欢喜喜的。那个病就很容易治好，所以这个贪嗔痴，佛给我们讲叫三毒这个三毒是我们自己内心，我们的本身已经有三毒了，那就是病根，自己生病的根源。所以外面呢有一些这个病菌的感染。跟里面这一这个里外一合，这疾病就产生了。如果里面没有贪嗔痴，外面什么样卧的这个细菌呢，都感染不上。这就是现在医学上讲的，你有免疫的能力。免疫能力是什么呢？断贪嗔痴就是最高免疫的能力。这个我们要懂。所以你懂这些道理你平常在任何环境当中保持着不发脾气。那常常能够读诵大乘，佛在大乘经上教我们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，你何必认真呢？所以要学的像佛菩萨一样，什么都看得惯，什么都好。看到人做好事很好，看到他做坏事也好，与我不相关嘛。个人因果，个人受报嘛。那他要那样做，我们能劝他，那劝劝他；不能劝他，那就随他去了。那人会不会回头呢？会回头，但是回头他要遭轮回。他要走恶报，甚至他要堕恶鬼，他要堕地狱，他要变畜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头得人生，遇到善友劝他，他一下觉悟了，回头了，所以回头是肯定会回头的，那时间可很长，这个我们要晓得，所以知道这些道理，对于造作恶业、受恶报的人，也不敢轻视。我们对他就像对佛菩萨、对父母一样的尊重，这是普贤菩萨教导我们礼敬诸佛，就是这个道理，不可以轻慢任何一个人，你修这些法呢，那个嗔恚心呢，自自然然它就淡薄了，要想真正呢，丝毫没有，这个是阿罗汉以上。这个
贪嗔痴嘛，一个断呢，三个都会断，它有连带关系。啊，这个贪嗔痴断掉之后，证阿罗汉果。那么在我们《华严经》里面呢，这个十性位啊是第七性位，贪嗔痴断掉是七性位的菩萨，啊，他的断烦恼的功夫啊，跟阿罗汉一样，但是智慧、德能、福报，绝对不是阿罗汉能相比的，啊，阿罗汉是小乘，这是大乘，所以那个智慧福报之大了。那超过我们以这个一般的来讲法了，那超过大梵天王，超过摩西首罗天王，啊，这就是三界之内呀，这富贵达到顶点的了，也比不上阿罗汉。这个佛说啊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这两句话要常常记住，啊，所以一发脾气，所有功德都完了，啊，所以功德不容易修啊，啊，你天天在那里修，你想想看，哪一天发了脾气，发脾气以前的那个全都完了，你修行到今天，什么时候没有发脾气？到现在，你就这么一点点功德。如果临命终时发一顿脾气，全都完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，啊，功德是功是功夫啊，哎，但是福德有。啊，你脾气再大，发脾气的时候，福德有，福德可以带走，不一定在什么地方享受。啊，畜生道，那畜生有福啊，你看看那个。富贵人家养的宠物，那都有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一般人怎么能跟他比啊？哎，畜生，他的前世修的福，啊，所以恶鬼道也有福报，啊，像城隍、土地呀，啊，啊，这是这民间侍奉的一些神明啊，都是鬼道里面有福报，啊，他也有徒众，有很多人就拜他、供养他，啊，那鬼道里有福的。所以这是福报啊，修的福啊，不一定在哪里去享，啊，就在天上享福的，人间享福的，啊，在畜生恶鬼里享福的，这福报不影响，功德有影响，啊，福德不影响，这个一定要懂，啊，你像在佛门里面，在古代，啊，梁武帝。那个修的福德就大了，啊！你看他是佛门大护法，他建了480座寺庙，啊，480座的寺院规模都很大了。啊，供养出家人是常年供养，不是短年的，不是短期的，啊，十几万人。大魔祖师的时候来的时候见面，他就觉得很自己做了很多好事，啊，感到很荣耀，啊，就问大魔祖师：“我做这么多事情，有多大的功德？”大魔祖师说了老实话：“并无功德。”所以这个梁武帝听了就很不高兴，嗔恚心没断呐。哎，所以就不再护持他了。啊，这个大魔就跑到少林寺去面壁，苦修啊，9年才等到慧果，啊，才得到一个传人，啊，这就是功德跟福德不一样。如果他要是问我的福德有多大，那大魔祖师一定是你的福报太大了，啊，来天来生呢。那是天人的福报，啊，那功德的没有，啊，这个是功德跟福德的一定。